鲜小锅巴特别好吃，非常的酥脆。是麻椒和花椒口味的，不是辣的啊，是吃到嘴里麻麻的。9.9一箱啊，9.9一箱，一箱有这么大大，特别多，这么大大。这个吃到嘴里特别麻，一点都不是辣的啊！而且它上这上边全都是那种麻椒和花椒粒儿。我们这下雨了，打雷。太脆了。